那是太阳的吧？你回来。才几个月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刚刚给多多做了儿保回来。他说橘子说他想得奶了啊。我今天去给多多做儿保，我跟那个医生嘛，还有护士他们在聊天，我就说我想给多多断奶了，他们一致坚决反对，他说小孩太小了，可以喂久一点，那样抵抗力啊这些要好一点。三这些问题。确实太小了，我主要是觉得我奶奶不够了，她不吃奶粉呀，天哪火！七个月够了的啊，我真的没见过，天天当然没见过，至少是八个月啊。那这也还差不能打。那我也是觉得神挑些。我说你还得麻烦你给他说嘛，七个月那给他。他引起我们一家人的公愤了啊！只有他一个人赞成，然后我们今天，我又特地让他问了一下医生，我说七个月隔奶怎么样啊？请问让他问一下，确实不出我所料啊。王亮说的太小了，喂久点，抵抗力好点，他就白天嘛喂辅食，晚上再个喂奶嘛。我主要是想他调气调气呀，那。有奶的喂是不嘛？嗯。这个才对的嘛，你如果本来现在七个月。七个多月，你看嘛，你说说给他这个湖南高兴，人家都觉得他。说些你们这是什么安慰心理？这个虽然不懂啊，但是我知道母乳的营养肯定比那个奶粉的营养要好啊。嗯。还可以多吃几个月是吧？把握住，然后妈妈。不紧张。妈妈考试先给你把奶奶给我。哎呀，那个。喂奶又不够，他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哼哼哼，一下又喂一下又喂，所以说我就想跟他。我们帮我鉴定一下，你觉得七个月隔奶是不是太早了啊？说我们说是有限的，我觉得要发动大家啊，来，我们还同意来，还这些你们同意来评，帮我们评价一下、啊。只能提意见，不能吐槽我啊。你给我来想干啥子嘛？真的是。你来不来先给奶？他多喂哈，你就先挨美了是不是？其实他一直想得奶，就是因为他觉得啊，他自己整出去，别人说他形象不行啊。我说你现在当妈是吧？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啊，我觉得啊。真的啊，你肯定把娃娃时间带来，这个是你的嘛，你来光想着给奶是吧？哎呀，我最主要其实想到他是奶不够，又不吃奶粉，晓不晓得嘛？说些第二点嘛，才晓得要减肥嘛。这说出来是最终目的啊，所以说，我作为一个男人的我，作为一个多多的爸爸啊，在我觉得是肯定是隔奶的话，这个我完全不赞成，至少要让他喂到十个月去啊，喂到没有奶再说啊。是吧？我前一天不吃那个。这是你做的很，来不来就行了，浪不浪费？走多少？你可以多吃几回来了啊。妈妈说的对，爸爸说的对。嗯。嗯。慢点。